为主要演员刘以豪、严正来、李泉组成的月球帮齐聚一堂彩排，只是唱着唱着，怎么出现怪声音呢？刚刚听到一个怪怪的声音，是？这真的不是我的声音，那烦的。我一开始也一度是觉得那个声音真的不是我，真的不是那样，我们每个人都看过去。对，我也以为是你那边来，因为我也看了你一下。莫非真的是我？但我自己不知道是我自己唱错吗？那不然你现在唱给大家听听。好，那个我可能是我。就一路的宣传，我都跟大家说，我会拜托 PA 大哥，我会先请他喝杯饮料，然后请他帮我把那个声音 mute 到一个，可能你们看得到我，但你听不到我的声音。不止猛窥刘以豪的唱功，近期曝光的预告中，这一幕破格演出也成为焦点。我的角色叫郑翔，然后我的设定的话是，他是一个比较木讷，然后诚实，在班上可能是被大家玩弄的角色。其实我们有，现在要认真讲这个东西吗？反正都为了电影宣传。我们有选 size， 就是想说有选 size， 什么意思？就是它是一个早晨起床的状态嘛，所以其实有在看，就是该如何表现这个画面，然后又让它有趣，拍得蛮自在，也蛮放松的。因为我在家其实不太穿衣，就觉得这其实蛮自然的。不一定是真的，就现在之后再说，之后再给你们好。这个看电影的时候给我们，我们等一下在后面有给你看。好，给你看那支预告片。好，不要讲完。以歌手张雨生的经典歌曲《带我去月球》为灵感，电影还没上映就话题十足，也让影迷好期待。文泉乐、金宛如、尤世宏采访报道。忘却你了。